这里是中国海军山东舰。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7 calling. 我是山东舰副舰长徐英。十年来，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双航母从入列到训练再到驰骋大洋的每一个历史瞬间。2012年，我成为一名舰载级飞行员。这段视频中的很多镜头是我用微型摄像机在座舱内拍摄的。那时候我和战友们是驾驶歼15飞机第一次在辽宁舰上成功阻拦着舰。这是我第一次在歼15飞机上发射反舰导弹。在2017年年底，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夜间着舰，取得了夜间着舰的历史性的突破。2020年，我走上了山东舰副舰长的岗位。我个人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能创造海军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突破。